如云姐，我跟你对一下今天的行程，好。那我们等一下，因为说话完了嘛，我们整理一下，我们就到大厅集合，然后吃个早餐就可以跑一下今天的流程。嗯，然后如云姐，哎呦，不要再叫我姐了，我今天来我是少年，我不是发夹。哎，这样看姐的皮肤好像，哎，如云少女的皮肤好像真的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好哎。嗯，哪有？像我这个年纪，我当然要好好保养。可是我听说年纪到了，雌激素好像会大量流失，造成荷尔蒙失调，然后影响全身的机能，甚至有的好像还会提早更年期。我身边有些朋友都在烦恼，不知道怎么办。嗯，你说的都对，可是少女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的哦。是什么秘密武器？就是这个逆龄小紫，你刚刚说的雌激素的问题啊，靠这个就可以了，只要每天睡前吃一颗就可以补充雌激素，平衡荷尔蒙，维持良好的身体机能，妇科的问题呢还有皮肤的问题都会同时改善。怎么那么厉害？就是这么厉害。尤其是我们生过小孩的人，雌激素都会大量流失，大量流失之后呢，你就会觉得皮肤变得好干燥啊，头发好容易掉，睡眠不足，身体呢体力变差，甚至于啊，有些人会经期变得混乱，甚至于还有早更的状况哦。所以一定要趁早做保养啊，而且啊，一定要从体内去做保养，不然的话，你就算是擦再贵的保养品，也不容易吸收。难怪我看如云少女的皮肤这么弹，比我们年轻人还要好。我都是靠这个熟女必备精华来保养的，很多人都知道要补充大豆异黄酮，可是这跟一般的大豆异黄酮不一样哦。因为它是非基改的大豆异黄酮，所以你长期服用也不会影响你的生理机能，而且啊，它里面还有包含蜂王乳、鲑鱼胎盘萃取，这个可以帮我们补充雌激素，平衡荷尔蒙。像我自己只吃了三个多月就很有感觉。那有没有使用前后最大的差异感？最大的差异啊，就是我擦保养品跟敷面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哇，那个吸收效果比以前好太多了。而且啊，最近我就发现啊，我晚上比较好入睡，白天精神就好很多，而且不会像以前这样子觉得很燥热啊、盗汗的情况都改善很多。所以雌激素对维持女人青春活力真的很重要，真的很适合推荐给熟龄朋友们。你要不要吃吃看？你每天跟着我们上山下海，一定很累。来来来。谢谢。我们一人吃一颗，保证你青春又美丽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口感不错吧？其实我不太会吞胶囊药丸类的东西，可是这个胶囊小小一颗，很好吞哎。它不止很好吞哦，而且啊，它还有日本专利的软胶囊，所以啊，它也很容易吸收哎。太棒了，我要回家推荐给我姐姐吃。一定要的。谢谢如云姐，那我们等一下楼下集合见啦。拜拜。拜拜。